今天阿燕来做一个四连大丈夫哦，整整15斤哦，重得不得了啊！先来把肉秀一下。我们吃牛仔骨就是这个哟，丈夫剃好了。哇，下面也添一下，会不好吃吗？肯定会好吃啊！哦，接下来我们做绿色的酱哦，欧芹、百里香、罗勒、芝士，我们来刷一层黄芥末酱。肯定好吃的呀，抹在上面。腌制个15分钟。菠萝、土豆、崩塌了。哎呦，这个四连丈夫那么大，等一会叫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了。顺便把我在拼多多百亿补贴买的美心月饼一起送给他们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哦，打开拼多多搜66699，我买的月饼每盒能补贴100多呢，最近苹果山也有更多的补贴哦，不到5000就能买哦，给我省了不少呢，更多大牌好价点击评论区看看吧。开烤啦。 Later。哇哟，香香的哦，撒上盐，来一点黑胡椒。哎呦喂，哎呀呀，好像放错了，里面没锁嘛。阿姨已经烤了整整3个小时了，我不要搞这种花里胡哨的了，还是切开来煎掉吧。哎呦，你香你也不错，这样多快啊，那样我吓死了，肚子要吃了拉肚子的。担担面，哦，你说这个多快，一丢丢盐，哦，漂亮的粉红色，再是漂亮的5分熟、奶香味十足，又嫩也好吃呀。抖音。